好，那我们打完了这个 BOSS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先休息吧。那连绳子都不见了，哦，绳子还在吗？绳子在。好，我们成功的打赢这家伙，帮他们算是一个解脱吧，帮那个吊死鬼算是一个解脱，然后他们的家人来找他干，哎。OK，我们就完成了，应该是第一章吧。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去寻找我的，哇，那还要怎变？一定是我帮助托里公，托里公没有发家的。谢谢土地公。托里公刚才在笑呢。看一下。嘿嘿，我真牛。看到吗？看不出来，连起来。六颗。怎样？是？又够机密啦，都给你一粒糖仔吃。嗯。哇，已经无糖啊！你在骗糖果小孩，完全没有用啊！雷吉，雷吉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我一直忘记。按住进度瞄准，时间到时放开，会在法阵处释放落雷，并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。无敌的敌人用落雷攻击后，会解除其无敌状态。OK， 瞄准。我真不懂人家怎么用那个，很像一个防护罩那个东西，要怎么用？自己新的地方吗？这阴气嘛是足重嘞，感觉足艰苦的，囝仔都开始惊。哇，好多怪哦！天哪，这边封起来的。打击的模式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。金奈口安安，幻想安安。哦，那有查某的哭声，在敢那伫附近？为什么他要直接追过来？完了，两只，为什么？出现随机的是不是？这两只一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哎呀！要死要死要死！是你吗？可以是可以啦，可是我们必须追。竟然鬼会和我讲话！你竟然看着我！你好，我叫林辉王。你好。你是辉王，你真正是辉王。嘿，你哪会识在我？我叫小丽，你拄仔出事时，我有看过你。你拢生到遮大汉啊，真好，真好。这个，你那个。说得太好了太好了，那个台语感觉不太像你这个年纪会说出来的话。哇，你马看过我？但是不过了，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孩子啊。不好的代志，死了足多人的，我死了却唔甘愿的。迄时阵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嘞？你刚忘记，阮爸爸大声讲电话，讲什么情况？接下来就出门去了，接下来很多困难，兄弟们清香哦，清香四起，无久了，很多人冲进来阮家，妈妈叫阮先走，我走无几步，后壁就传来清香。跟阿嬷说的政府抓人是同一件事情。你敢袂当甲我斗相共的？我知影，阮家的人都被清洗了，但是大家死过多命，
去是无同的所在。你敢会使帮我把我穿过的骨头找回来，放伫阮家的神明顶吗？我想要穿过穿伊。OK， 可以。我帮甲你倒脚手，但是我毋知恁一家伙仔伫倒位。爸爸可能伫这条路行到底，我已经袂认得。OK。妈妈为着写歹人的字，大声话的，鬼门都靠走出去了。可能就伫附近，阿兄姐姐为楼顶走去的，嘛可能偏行隔壁厝。就是你拄仔经过迄两栋，虽然拢好哩，只要我来阮家的人，玲珑就会亮。哇，半暝有玲珑啊哦！求你啊，林辉哦！你都已经看到那么多鬼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小玲一家人可能有阿母的线索，小玲有够可怜的啊！无问题啦，我一定予恁一家伙啊团圆。你还在追这家伙？好，我们先把刚刚那个地上的那两只，到底要怎么用第三个那个？不懂，我真的不懂，到底怎么用？我已经，真假的，我能补血了。我刚才故意绕开他，我该不会从头开始吧？这是哪里啊？我接任务了，好。啊，从头开始麻烦。不理你。哪里？你好，真的好难打。那个冲刺踢倒那个到底要怎么用啊？为什么一直用不出来？啊，下面看不到哦，调一下。可能动到了，好的，我先找到一个骨头。喂翁，小林妈妈，哇，你哪会识识我？你爸爸是英雄，他救了庄头里面足侪人诶，但是最后牺牲了，剩你妈妈一个人在带你。莫消失啦！我都想要知影较济，继续找其他人吧。我感觉亮了一点点。好，还有刚刚有说哥哥姐姐是翻新，没关系，我们先，这应该就是减肥引导吧？小林因老爸应该是这间厝吧 ？OK。真的很不会打这只，好有铃声。我们找看他的爸爸的骨头放哪里？
看八成是要跑酷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再跳楼上好了。它有点，这怎么会有点卡卡的？我这个可以爬吗？这应该上不去吧？没办法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恐怖游戏要我怎么跑酷呢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呀，这里做得太简陋了吧，作者，这边是怎么回事？太简陋了吧？OK， 这个也一样是那个配电的。那这个是蓝色。这个是电箱吗？这线真凹，敢那怪怪呢？是干？那拢无反应。还没弄好，我们看一下而已哈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一间延伸到。延伸到这里面是不是？黄色？不对啊，这是往上接的。骨头在里面欸。红色。这个是红色。这个是电箱吗？这线真凹，敢那怪怪的，是敢那无同呢？开了。玩过两三次以后，其实解谜的套路都蛮简单的哦。是小林因老爸骨头的，够小林因家的熟悉。好，你想要创啥？科学要动我骨头灰。小林叫我来找恁的啦，因想要和恁一家伙啊团圆。他这样讲好怪。小林。他想要让你们这一家团圆。最后找到好人来斗三工啊，太好啊！继续找其他人吧。这些人一点礼貌都没有，是怎样？来帮你们的，你们。大家可以告诉一下有什么招式吗？我记得有一两招，我真使不出来。左右右左吗？左右右。左右，左右右左，左右右，腔调，左右右左，那个大的那个范围，那个要怎么用啊？左右右吗？哦，哦，好，可以。OK， 这个啦，他这个触发几率有点低，有时候会成功，有时候不会成功。冲的时候，就可以把他踢倒。你看这样就没有办法发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的，二楼，我们再确定一下这边有没有要跑过的地方。没有的话，这屋顶上感觉可以上去。看起来上面没有东西了，算了。好，这个什么简先生家是不是？那就没什么事了。那，哎呦，我不想再跟你打，好吧。
有那个范围，那招其实好像蛮痛的。哎，攻击会被打断。我们就一间间探索。哇塞，太多了吧！你就打死500次有成就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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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怎么知道我打几次啊？都没有显示。好，这间我们还没有看过吗？有了。哎、终极打开。哦，顶楼钥匙，看来八成又跑酷了。这只为什么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？那这种的那么多啊？嗯，没听到。是门吗？哎，干什么？失去了小林家的钥匙。是糖果，我得两颗糖果哎，要给那个推车的小孩，对不对？要两颗哎，哎，怎样？在哪里啊？给个痛快，还能打你？等一下，这间格式怎么跟那个一模一样？道士家超像的，哎，这边要做什么？好，他说完哦。小林讲的新物件，找到专家的骨头花甲铁拐棒。好的。那我先可以拜一下吗？不行。好，去顶楼。看来要跑酷跳进去了。这边。哦。那锁起来的，那我要从隔壁洞跳过去。为什么有 BGM？ 哪里？这里是小林的阿姊。阿姊，小林叫我来的，你别把我吓惊啊！小林，我的伤害小林啊！继续找其他人吧。这些鬼声，超没有礼貌的。我现在姐姐配音怎么感觉那个底噪很高？为什么打不开啊？明明就已经那个。我觉得这款游戏应该被攻击最多就是配音吧。我觉得动画其实做得还蛮不错的。等一下，觉得有东西在楼上。
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找到了、欸，还蛮好找的啊，这个。你是谁？嗯。我叫林辉翁，我帮小林来找你呢。你是辉翁？嗯，安怎吗？我知影恁家发生的代志。你知影？拜托，请你甲我讲。我看到恁爸爸伫火车站被枪杀了，竟然阁无要予厝内人收尸。恁妈妈想要冲入去，但是予我抓着了啊！什么？阮老爸是被枪杀的？嗯，我的同学我无抓着，伊冲入去啊，伊嘛予枪杀了。伊拄仔上高中了，后来政府来抓人，我有看到恁妈妈嘛倒转来啊，但是无看到你。喂，等下，什么火车站？他们就是火车站。全家骨头我拢找着啊，等伊传小林吧。好的。哎呀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那栋屋子隔壁绝对有一个兽逃。妈的，没有吗？哎、欸，不可能吧？自己没有给啊？好吧，这样跳下去应该不会死吧？好，我们去找小林。小林，我就在下面。林辉翁，多谢你，你人有够好个哦。找来找阮到二楼的新民厅，我的骨头嘛拜托咯。好，小林，获得小林的骨灰。那骨灰不是骨头变成骨灰？好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记得有人在刷那个二周目，刷很辛苦啊。到底为什么这里有 BGM？ 怪到底在哪里？放在这就可以了吧？可以，我们到一个成就团聚。哦，爸爸妈妈，辉煌帮我一个团圆啊！辉煌多谢你，无你的斗三工。阮只是外口的孤魂野鬼，即种咱即卖伫做伙啊。阮总算倒来处理啊。什么第二周末才见妈妈？阮未阁离开啊。辉煌，你是阮一家人的恩人，该安怎报答你？在事发迄一暗，我最后一次看到你阿母。手内无抱着你，对一群妇女走到上悬楼那边去。你赶紧去看卖啊！那就是民雄鬼屋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想到？啊！我那部微动楼顶走起哩呀，我进不去。好，存档中。哎、啊，你还不开门？你不会弄我吧？哦，足忝的。无闲几暗嘛，好佳哉！帮小林因一家伙仔斗三工了后，运气算了差不多啊，啊无真正挡袂牢啊啦！啊，真的。位后壁红色的大门，红色大门应该会使过去啊吧？小林妈妈讲的，赶紧过去吧。哎 ，BGM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嗯？哎呦，这是安怎？哇，小林，你完了，他就在弄我。